裁判。你够了，制裁我女朋友。范裁判。来。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珊，今年22岁。你出来应该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吧？对。说句实在话，曾经是好朋友，这个时候这样见面确实是有点尴尬。但是我想请你说出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意愿。我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，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。我没有抢彭彦松，我真的没有抢他。怎么变成你的男朋友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？你别在这儿说，你闭嘴。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现在就是你敢抢我的男朋友，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些东西呢？我跟你分手了。我们没有分手。分手了。你只是冷静，你没有跟我说分手。在公司里，或者是在我们平时出现的地方，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认真的工作，没有办法去生活。我今天有勇气站到这儿，我就是想把整个事情都说开了，说清楚了，我没有抢他。所以说完之后你误会。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应该。你可能如果有错误的话只有一点小错误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前任男友现在在追我？我怕他。我跟何静认识4年了。他的脾气，他的性格，我是了如指掌。你为什么要听他的？我觉得何静他这个性格，但是他本性没有什么太坏的心眼。所以你作为好朋友容忍他。对。你觉得何静真把你当朋友了？我觉得何静从来没有真正的拿我当朋友。你这样想我的。那我每次带你出去玩，请你吃东西，给你买东西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这些？哪一次不是你软磨硬泡？哪一次不是我买单？何静，你总觉得你拿钱可以买到所有的一切。那关键是我买到了，你接受了，你接受了，那我就是买到了啊。是不是别人都不？看看彭岩松，所以说我当时不应该称之这个包。我今天拿到现场来就是要跟他说，你要还给他。对，这个包我是拿来还给他的。我们之间，我帮他纯粹是真的是我拿他当朋友，我想帮他。你真的把他当朋友吗？对。你要是真的当朋友，就应该成为朋友的一面镜子。就不管他高兴不高兴，他只要是错的，你就应该直言不讳的指出来，这才叫朋友。但是你却言听计从，所以说他今天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，有他母亲纵容的结果，也有你朋友纵容的结果。我认识到了。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包拿回来是要还给他是吗？对。那你还给他？
何静，这个包太贵重了，我不是因为收你的礼物才去帮你，收你的东西才去帮你。我这四年来帮你做任何事情，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朋友。朋友，对不起，这个礼物真的不能收。你不用收了，我送出去的东西我就从来不会要回来，你不喜欢你就扔了。合着你非要这么强势对吗？不要这样。我怎么样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是我的男朋友，你们两个现在站在一起，我要我怎么样？你说要我怎么样？何静，我们没有对不起你。没有对不起我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对不起我。我平时我跟他在一起伤害了，让你自己想一想，这四年以来过年过节你一个人，我看你那么可怜，我带你出去玩，让你开开心心的抢我男朋友是吗？这跟他没关系，你也闭嘴。是我追了他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就这样对我？如果说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向你说对不起行不行？对不起有用吗？你们两个都在一起了，你还跟我说对不起？有本事你们分手啊，分手。何静，这四年来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你横什么呀？它不是衣服，它不是说你不想用了就可以扔掉，你想用了就拿回去，它不是一件衣服。那他也是我的男朋友，他跟谁在一起也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对不起。何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在这儿跟你道歉。没用，别跟我道歉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们真的没有对不起你。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。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有从来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。没把你当真正的朋友，帮你那么多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能这样。何静，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不想听。看我们以后也没有必要做朋友。我怎么敢再做你这样的朋友？怎么敢再找一个你这样的朋友？何静，那我还谈不谈恋爱？我还结不结婚了？我以后。不伤心，真不伤心。你觉得刘山比你好在哪儿？你看他没有你家有钱，然后呢也没有你的气势足，他怎么就获得了彭延松的好感？会装可怜呗。会装可怜。看他多可怜啊，一上来就哭哭哭哭哭哭个没完。那你会装可怜吗？我从来不需要装可怜。但是你现在可怜吗？我不可怜。那就别哭。
我没有哭。有时候呢，家庭富裕的孩子啊，可能呢，他得到父母的爱也是用物质在满足他，所以他习惯了用物质来去表达他对人家的爱跟关怀，但是呢，叫人家闭嘴，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。说难听一点，他不是没有礼貌，他是没家教。他父母给了他钱，没有教他怎么做人。其实他的父母对他的爱的方式，就教会了他用这样的方式去爱别人，而别人恰恰不喜欢这种爱的方式。我觉得今天的事情给你上了很好的一课，你不要恨他们。首先，你的闺蜜从来没有抢过你男朋友，你男朋友是在清楚地跟你表达了分手这一个事实之后，人家才开始新的恋情的。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学习怎样去爱。这不完全是他的错，父母纵容他，朋友也不说实话，这朋友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朋友，男朋友也不是什么好男朋友。男朋友虽然说在生活当中说过他，但其实肯定没有言辞的去教育他，去帮助他。他今天这个后果难道不是他身边的那些人所纵容的吗？所以他其实挺可怜的。如果他能够早点来这个舞台，或者早点碰上我这样的人，我一准给他搬过来，你信吗？我要是你爹，我今天把你带回家，先把你的头发给你绞了，第二我断了你的口粮，该上课上课，该回家回家，逛什么街啊，去什么夜场啊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第一只有爸妈好，第二好朋友真不多，第三没钱的话，身边的人一茬茬的跟着减少，真正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好朋友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不哭了啊，你看还染了这个色儿的啊。我们的审美还是喜欢简简单单，黑白分明，单纯的姑娘，好吧啊。不哭了啊，祝你好运，把包带回去啊，给妈妈用啊，请回吧。女孩子是要富养，但是在富养的同时，满足她生活需求的同时，请该训的时候也训训她，当然不要打她。